你是你看外面变安尼嘞，安尼是有啥物问题哈？哈，你甲我看卖嘞，我是来美容的，不是来费用的嘞。我有想甲你提起过，每一个人的皮肤状况无同，啊是你硬要加疗程，搁要加强度，当然嘛有可能出问题啊。哈？出问题？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我这个面无救啊？哟，吼，你这李天宝啊！你要想讲啊，你要投票接任务，你都要负责啦。慧珍阿姨，你先别生气嘛，别激动。天宝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伊的意思是讲吼，做完手术，这种状况应该算是正常的啦。对了，你今日哦做疗程就较济啦，皮肤较有反应，啊你长期就小冰敷一下，迄红肿哦自然就消啦。我问你啊，啊那是白消白安那？啊，未消，我这面唔着费用去。你莫想讲你安尼凊彩甲我应付，就要赶我走哦。湘琪，阮妈的面要安怎治疗啊？这，老当叔，阿老叔，您放心，阮便一定负责所有后续的问题，甲白来宽严抗跌头一位。你敢不是迄世界西餐厅唱歌迄个小辣椒？是，我即马是有综合病院的公关主任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啊，无怪我感觉你哪会遮尔啊面熟，你即马是病院的公关主任哦，足厉害呢。头拄我讲的话，就代表病院讲的话。今仔日给王律师拄到遮尔无欢喜的代志，真正就是嘞。阮病院的副院长孙义良医师嘛，就是我的先生。你结婚啊？我结婚啊。孙医师的医术人人学了，伊会亲身替王女士来治疗，一直到你好为止。副院长阁真有时间嘛？阮病院嘛会检讨所有医疗过程。和王女士一个合理的交代，所以天宝相亲，针对这件代志，您是不是嘛要向王女士回一下实的？你今麦是为什么叫我回实的？我相信院长甲院长夫人伫个家，嘛会叫你回实的。对吼，院长吼，我哪会无想到讲叫院长出来主持公道啊？看伊家的这个什么好囝婿、好医生啊，是变什么出头啊？哼，佳佳，你唔是甲高院长认识啊？你甲讲哦，妈妈是安那去让伊欺负的啦？啊，较早伊要做院长，你唔是投伊一票，伊才当选的，对不？妈，莫安尼啦，人院长哦，足无用的。哦，慧珍阿姨，歹势啦。我知影是阮医疗有疏忽，所以才会害你变甲安尼。阮有检讨，阮嘛会改进，请你莫生气啊！我即摆哦，得甲你回信嘞。是嘞啦。